我们有一位神，
主教友，上帝恩公慈爱心，人人同过永生心，救恩施予寻得依靠，顺服基督一生带领，爱心对爱人，尽于是奉神，天天与神之间，忠于主教导，紧贴主脚步，感激主爱导。群的灵特别关照我们，特别是这个时候求主的话放在我们口中。今天我跟弟兄姐妹一起分享主的话语时，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再次来到面前，能够领受主的话语。这话语不是出自我口，而是出自主你的圣灵。我们求主再次在我们当中，然后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求。Amen. 今天要大家分享一个题目啊。我们中间的人大概可能知道巴金哈，巴金是个中国一个很有名的这个文学家，他写了两部的是这个长篇作文，一部就是所谓的《祭流三部曲》哈，就是《家春秋》，然后《爱情三部曲》就是这个《雾雷雨》哈，可能中间有人看过，可能没看过，但是大家可能都认识巴金这个名字啊。今天我讲这个题目啊，就是效法四部曲，就是说从他那个名字里面拿来。我觉得我们效法基督的时候，至少有四个部分我们可以学习的啊，也是效法基督。所以我是想啊，偷用巴金的这个四的名字，叫做效法四部曲。我们先看看今天的经文，今天经文是记载希伯来书十三章七到八节。从前引导你们的，传神之道的人，给你们的人，你们要想念他们。希伯来想讲念他们的心信心，留心看他们为人的戒诫。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。效仿，我们可能大家都知道，就是 imitation， 就是模仿一个人。可能大家很熟悉这个故事，小的时候我们都知道这个故事，所谓的东施效颦。东施效颦的故事是记载在大概在春秋时代。
春秋大概是770年到470年那个阶段，春秋之后就到战国了。那么楚国的一个美女叫西施，她是非常，这个美女是非常漂亮，不管她做什么，就是走一步笑一步啊，或者是啊，她的容貌什么呢，都能够惹人喜欢，就是很喜欢亲近她。那么呢，她也不需要打扮，她因为太漂亮，就是随便穿什么都很漂亮啊，所以说是个真的是绝世美女啊。那么她一个毛病，她的毛病说她是时而发了这个心口痛啊，心口痛痛的时候，她眉头就皱起来。那么一次呢，她就走，就是逛街是走着，她突然就心口痛，她就捂着这个心，然后这个眉头就皱起来啊。当时那些人就看到秋女人漂亮啊，她们皱起来更漂亮了，对不对？就觉得更漂亮。那么同时在她村里面有一个另外一个女儿呢，是长得不是那么好看，不好意思说丑啊，就是不那么好看啊。那么她的名字叫东施啊，到底有没有这个人不管了啊，这故事是这么说啊。她东施她就看到啊，她皱起个眉头很好看啊，大家都喜欢，我也学学她。她就学着西施呢，就在街，就是在村子里面走了一些，捂着心口就皱着眉头就走。大家呢反了她的那个反的结果是什么？大家看她远远就逃她了啊。有孩子的也逃避了，全部人逃避了。所以你看到一个模仿 的动作呢，假如你是模仿的不对的话呢，你就得到一个非常反的效果。这故事给我们看到一个什么呢，是我们模仿的时候，我们要模仿它的里面这个真理，不是模仿外面的。所以你无论的模仿意思呢，你得到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一个效果。我们现在活在这个世界里面，真的是一个模仿的世界，可以说是模仿的世界。而且我们小的时候也其实在模仿，记不记得我们小的时候学这个书法？我想现在的在美国长大的孩子大概没有书法这个东西，对。那我们也是小的时候就是要拿那些书法名家啊，柳公权啊，苏东坡啊，那时候我们就好像啊，对不起，有这个字帖，你就拿这个毛笔就顺着它一笔一笔的模仿一个就涂啊。这只能目的是什么？目的当然是要学啊，就是要教育学啊，学习啊这个书法。那么你写的书法就很好看。不像我爸爸时常说我的书，因为我小时候可能模仿的不好，每次写新闻就说啊，你的字体就是鸡巴狗咬，这简直看不懂，这是表示模仿的不是不到家了啊。这个是我们小的时候都做这个事情啊。但是现在的社会呢就不一样了，现在的社会也是在模仿，那模仿的目的不是教育，模仿的目的是利益的关系，就是围着就努力。所以我们看到，你看这个图里面有这个很多模仿，做药物的模仿啊，效仿化的模仿，那么就可能就是手袋的模仿啊。我们去中国很多时候，女性们就是要去买一些 LV 的模仿品啊，回来带带，哇，好漂亮，带 LV 的，对不对？或者是小孩子是模仿玩具啦，弄玩具，就是还有就是。美国的美元很多人都模仿，对不对？主要目的是奴隶的问题，这是一种不好的啊。那模仿一些，比如说玩具，无伤大害，但是药品呢，你可能吃那个模仿药，你可能就有危险。所以这个奴隶的时候，它背后的动机就是不好的。第一次我讲到模仿，就自己动机是好的，是教育啊，造就。那么第二次讲到的模仿的动机是好，是为了个人的利益。但是有理应另外一个呢，就是这个仿制药是个模仿啊，仿制药就是什么时候的几年内赚。那仿制药的目的是什么呢？仿制药的目的在美国也很多，在其他国家很多仿制药，主要的目的是降低这个药物的一个价，使到普通市民能够用这个新药哈，一直来治病。所以模仿并不是不好，只是你模仿的动机在哪里。所以我们今天的经文是讲到，就是也是讲到模仿啊。小效法或者模仿，就是我再把这经文念念，就是从前引导你们的传神之道的给你们的人，你们要想念他们，效法他们的信心，留心看他们的为人行径。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。所以跟这里希伯来书的作者跟我们说，我们要效法，效法的效法，要是信心为人。这个我要小心，我们效法的信心为人是什么？是效法的信心。很多时候我们效法是效法他的动作，他的行为，其实这不对。为什么呢？比如说保罗或者彼得，他很有信心，他能够有信心去治病。你不能说我效法他去治病，对不对？你效法治病，你肯定是不行的，因为这个不是神要你做的事。所以我们效法是他信心
他信心的表现是医治病，但是谋反呢是他的信心，因为他对神有这个信仰。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跟我们说，我们效仿这些信心的伟人，不是他所做出来的，当然就是信心的这种表现啊，但是我们效仿是他信心，他如果在神里面就是从他的行动表出来，但是我们不信模仿，我们就模仿他的信心。很多次在保罗也提到说模仿啊效仿，那么也说效仿他的信心，比如说在希伯来书第一章，就希伯来书作者也是这么说啊。我们愿你们个人的水出这样的殷勤，使你们有满足的指望，就是道理，并且不懈怠，并且效仿那些凭信心和忍耐承受应许的。所以效仿信心是我们要做的，这个每一个基督徒做的。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在我们的人生的信，我们信仰当中，我们的人生的这都是会又会有上有下，信心也会动摇。所以这里希伯来书叫我们要模仿效仿他们信，他们经过什么风暴大雨，就是我们的学习的好样样。那么在以弗所书保罗也这么说，你们要效法神，好像蒙爱的儿女一样，也要凭爱心行事，正如基督爱我们，为我们舍了自己，当作新鲜的供物和祭物献给神。所以模仿的动机其实是我们是效法的神，但是最终的目的还是我们效法神，效法基督。可是我们看到最后一点是，我们效法的最后的动机还是神，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，我们是要效法他，效法他的爱。那么刚才说到我们这个效法四部曲啊，就是用这四部曲啊来，就是以四个方面必然考虑的，叫效法方面。第一就是效法的刚强的信心，信徒叫信心伟人刚强信心。第二呢，就是他有我们的盼望，他们都有他有我们的盼望，我们每个基督徒都有我们的盼望。那么当然第三点就是他们的爱心的侍奉，我们整个学习到爱心的侍奉。那么最后一点就是他们有了很顺服的人生，我们也是一样学习到顺服。我们一点点再来看啊。很多时候我们在我们信仰的过程中，我们会软弱的时候啊，这是我们这是很正常啊。不要说以为软弱时候就是一个很软的基督徒，其实每个人都有软弱。保罗来说他软弱的时候啊，他靠神的恩典。我的孩子们呢，我的孙子们，他们小孩子的一点喜欢什么？是喜欢看这个蜘蛛网啊 ，Spiderweb， 他们都很喜欢这蜘蛛网，每次来到我家的话。啊，我要看蜘蛛网，我要看这 Easy Spider， 他们对这个自然界他们特别的爱好啊，他们是一个特别好。我们知道很多我们去了这次退休会的时候，小孩子也是去找不到动物的，这个蜘蛛网，蜘蛛网真的是一个神创造自然界的一个很奇妙的一个现象啊。我为什么说很奇妙？蜘蛛网你看见是很软弱，是不是？我觉得是的，但是你可能不知道，蜘蛛网里面的丝呢，是自然界里面可以说是最坚韧和的 strongest material， 最坚韧的物质的一样啊。所以你可以看到蜘蛛网在里面的时候，大风大雨啊，暴风暴雨，它都是在缝里面都能够站进去。即使你用手跳，孩子们都喜欢玩，是弄掉那个蜘蛛网，对不对？至少两三时候又重新建起来，所以给我看到说，孩子们喜欢这个，其实很奇妙。神造这个蜘蛛网，这给我们看到蜘蛛网虽然看起来软弱，但是其实它背后是非常坚韧的非常坚韧。而且你可能是看到蜘蛛网一下子不见，它是又重新建起来。给我们看到我们信心是这样，我们信心有时候可能看起来软弱啊，但是我们也要像蜘蛛网一样软弱，但是靠神，我们呢是可以是很坚强的啊，因为只有靠着神，我们才坚强。好像保罗在这里说，跟多后书说，有谁软弱我不软弱呢？有谁跌倒我不较劲呢？我若必须自夸，就夸那关乎我的事。那云后十二十节的，我为基督缘故，就有软弱、凌辱、饥难、逼迫、困苦为喜的，因我什么时候软弱，什么就刚强。这当我们软弱的时候，为什么会变刚强呢？因为当我们软弱的时候，我们就是求告神，我们面前神。当你坚强的时候，你就觉得你什么都可以做了，对不对？你就会想到神了，那神啊，我可以把你放到一边去。你软弱的时候就想，神啊，我需要你。其实当我们软弱的时候，也就是我们最刚强的时候，那时候神的力量就坚固了，就坚强了。就好像这个蜘蛛网一样，你看起来是软，其实里面是坚强。我们信主的时候，我们看起来可能都是在外面是很软弱，但是其实我们心是坚，只要我们的心是向着神，我们是可以坚强的。好像保罗说，我要夸耶的不是我坚强，是夸耶是
我软弱的时候，因为那个时候我可以夸耀神的这大能，在我身上动工，在身上做工，而能够彰显就神的这个荣耀出来。所以我们效法呢，就是第一个是效法这个信心呢，效法这个伟人的信心是可以刚强我们心，在我们里面慢慢慢在我们成长过程中，我们信心会越来越强，知道我们跌倒神可以扶持，我们软弱神可以刚强我们。第二点就是这个永恒的盼望。这永恒的盼望，我想就是我们每个基督徒都有一个永恒的盼望，就是我们是神的儿女，就是我们家是在天，不是在这个地上。自然界神真的很奇妙，很喜欢自然界就跟大家分享。神很奇妙，自然界一个现象是非常奇妙，就是所谓的迁移这个现象啊，尤其是这个归于的这个回忆，归于就是三门永生那个方面，归于回忆是很奇妙的，是说这些鱼呢，在沙门呢，他们是产卵生长，大概开始那一半年，就是在潜水，在上游河流的上游潜水，它成长大了大概半年到一年，慢慢就从水就流到这里一个图上啊，表示这个他们流水流到大西洋大海，但是到了两三在外面的时候，他们要产卵的时候，他会回归到他原来的地方。而且是非常困难回归的，你想想，他们回归的时候就回游什么？他要经过这个激流，要经过这个是还要跳，所以他游泳是非常强的。尤其现在更困难，为什么？他又建这个水坝之后啊，就很困难回去。但是人还是聪明，保护动物，就是水坝用水桥嘛，一级水级把这样，他就一级一级就跳上去回到原来地方去。所以他们这是神给他们一个，他们回去在自己家生产卵，然后在那地方就死去了。另外一种呢，我是跟大家分享的时候，就是加拿大这个大雁，它也是迁移。我们知道在这里看到很多加拿大大雁嘛，你时常看到在那跑，他们是回归。主要他们这种野生的大雁呢，都一般上从冬天的时候就向南飞啊，南飞，然后夏天的时候又飞回去嘛，在冬天就飞上来。但是这个大雁呢，尤其是加拿大大雁呢，它一些已经在习惯这种生活了。习惯的生活，那种喂它吃了，它习惯了。它冬天也不飞，夏天不飞，就在这里了，就永远就在交界。你只要看到泡里面，冬天、夏天都看到这加拿大大雁。为什么？他们已经习惯了这里的生活。这里提醒我一点是，我们都是有一个家乡啊，我们要效法这些伟人，仰望我们的家乡，仰望我们家乡什么？就是我们天上的家。好，圣经里说，在希伯来书11:15-16说。我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，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。他们却羡慕更美的家乡，就是在天上的。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神，并以为耻，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个城。就讲到这些伟人，就是在希伯来书讲到伟人的，就是他们对这个一个就是一个，就是他们都看不到自己，他们死了也看不到他们神所应许，但是他们这个信心是说。他们深相信中这个神的意思说，他们都是神，所以他们侍奉的时候他们都害怕，因为我在地上只是个暂时身体，对，我在地上是暂时的，我在地上的目的就是生存神的这个爱神的道，所以他们都是不害怕，就是去生存。尽管在深山野岭，在逼迫当中，他们不害怕，为什么？他们知道他们这个意思，他们的心家乡是在天上。所以我们假如效法了，我们也知道我们的天家是在天上，我们一天要回归去，好像那个三门一样，我们就回到我们原来的地方去。所以在地上还有什么害怕呢？即使逼迫啊，都不害怕。所以保罗说都不害怕，保罗从来就不害怕，因为他知道他家乡是在天上。所以我们是天上的国民，我们真的不怕，我们要效法这些伟人，他们。怎么样去传福音？怎么经过一切的困难？怎么经历这个各方面的这个逼迫？他们都不害怕。你就看看中国在共产党的时候，多少中国的这信徒，他们都不害怕，因为他们知道他们家是在天上，受逼迫放在监里，你怎么样？你奈何不了我，还是马上你害不了我的灵魂你只能够抢我的身体，但是我的灵魂是在天上所以第二点，我们要效法就是效法他们一个盼望，这个盼望是永恒的盼望，效法他们这个。这就可以加强我们的信心，在我们在传福音就更加不害怕了。那第三点要跟大家讲，就是爱心的侍奉啊。在教会里面，两样都是很重要的啊，两样东西很重要，就是第一是主耶稣，就是给我们的两个，就是主耶稣一开始叫我们要彼此相爱，要彼此相爱。
那么另外呢，就是我要彼此相爱所带出来的事故，既然东西是我们家教的一定解脱必须解脱了，彼此相爱啊，还有彼此相爱所带出来的事故，因为这两样东西就可以表出了两样很重要的，就是第一个九的心肠，九的心肠就是爱，它是爱很深，所以九的心。第二呢是就看到呢是九的顺服，在我们侍奉的时候，我就看到九的是怎么顺服的时候，从这个爱跟侍奉，我们就看到主耶稣基督的这两个心肠，一个顺服的心肠，一个爱的心肠啊。所以教会里面，假如没有这两样在一起呢，就要教会的确是不能够成长的。我们的教会，假如没有爱，没有侍奉，侍奉里面没有爱，这两样东西都不能缺的。所以这两样东西在一起，才能够彰显出我们也基督也是我们神的这个荣耀出来。所以在我们侍奉的效仿方面，我们也要学习以前的伟人他们怎么侍奉，他们就是尽心尽力侍奉，就是为就是要彰显神的爱。但是我们在侍奉的过程当中呢，很多时候我们是怎么说呢？是软弱，我们自己是很软弱，所以我们要靠着彼此的侍奉来扶持哈。还有就是说，在侍奉当中呢，我们也要考虑到一点，就是啊，就是我们每个人侍奉都有不同的这个恩赐，对不对？神给我们恩赐去侍奉，给我们。但是在侍奉的过程当中呢，我们也要小心，就是我们这个恩赐，恩赐啊，在哥林多动了啊，跟着后书十四章一到三节啊，这里说到你们要追求爱，也要切慕使命的恩赐，就更羡慕就是说先知讲道，就是这里保罗就跟先知讲道跟说方言了。那保罗呢，并不是说方言的话，他主要是强调说，真正对教会有意义，我们要追求的是要追求什么？要追求能够造就人的一种恩赐，造就人的恩赐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因为假如的恩赐，神给的恩赐，你不能造就人，只能够造就自己，那对教会神有什么用，对不对？你用说方言，只是对神说方言啊，对神说方言，但是听他们不知道讲什么。所以保罗这里强调的点是说，我们要追求这个恩赐，学习这些牺牲人是用这个恩赐来侍奉，但是其中很重要的是，我们不要忽略这个爱。所以从头到尾之后，保罗是强调这个爱，在侍奉当中没有爱，你怎么追求这恩赐是否侍奉都是枉然，都是空谈，因为你这个爱不在当中，你所侍奉的就是你自己的这种骄傲，侍奉自己的这种心里所想要的啊。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这里讲得清楚，我们在侍奉怎么追求这恩赐，我们可以抽一个恩赐，就是要侍奉，要能够建立这。彼此中建立这种恩赐，实际上才是我们要追求的，而不是说，比如说你看到一个牧师讲到这行，我要学习了，这不是我们效仿的学习，我们效仿是他怎么样子在教会里面侍奉啊，这种恩赐，他的恩赐可以，我们可以求同样的恩赐，要愿意在这方面，你可以从神可以他们要出爱心了，所以爱心的侍奉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事，也是我们信仰的过程中是一个重要的这个东西，使到我们能够真的成长。能够效仿这些有信心的人啊。那么另外最后一点我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所谓的顺服的人生啊。我刚才提到信望爱这三部曲的，其实信望爱的最后的重点，我们效仿的最后重点就是基督，对不对？我们效仿什么样子的基督才是我们最后效仿的这个目标嘛。如果你效仿这些，你的背后不是效仿基督的话，其实这些也是枉，因为这些都是基于这个基督。所以保罗就是好像这一句话，假如你爱我呢，就像我就给这个卡通大家看，跟这个小狗这个小孩子在圣经小狗说，你要爱我，你要顺服我。其实耶稣也是对说，你爱我，你必须要顺服我，对不对？父神爱子，你看子多么的顺服，对，即使到十字架上，子还是一样顺服。他在祷告是假如能够让你把这个杯抹去，但是他是顺服，他走上在十字架上。所以当保罗在腓立比说，你当以基督的心为心，他这句话是说什么呢？是我们要效法基督顺服天父的榜样。基督的心就是个顺服的心，基督的心就是爱的心。所以当他在被钉在十字架上，他真的是很痛苦，但是他顺服，他求神，这是求神的旨意成全，而不是他自己成全。所以我们效法这一切，信
我们效法信，效法这个为信心伟人这个叫盼望，或者是他们的侍奉。但是最后的背后呢，我们还是效法他们的顺服。你看的是这信心伟人，他们都是顺服。假如不顺服的话，你永远做不出在神里面你做出不什么大事的。因为你不顺服的时候，你就以自己为骄傲了，以自己的这个能力为骄傲。你在神就是神上，神是抵挡骄傲的人，对不对？神是辅助的这个谦卑的人。所以顺服最后的结果呢是怎么样？怎样的耶稣的顺服，神把他抬到最高，他坐在神的右边地下凡是地下人就是凡是有舌头的就称赞他的名字。对，这个是顺服的时候，神把你抬到高位，不是人把你抬到，神把你抬，神给荣耀给你，因为顺服，神的荣耀在你身上能解决造就神的荣耀。所以这四部曲是从头到尾呢，你发到就开始起不来。顺服的背后其实就是爱，我效法的背后就是爱。我们整个基督教的背景就是一个爱的背景。基督教没有爱就不是基督教，所以有些人说基督教就是爱的教，其实是真的。因为父神爱我们，从我们堕落的时候，他就已经为我们预备这个救恩，就是因为爱我们。他爱我们，把他的儿子请到地上来，走在世上，就是要为了拯救我们，使到我们能够重新能够和他和好。所以一切的事情，我们效法什么都是好，但是我效法的背后，我们还是在爱当中。你效法，你做什么事情都好，你有这个爱，你都是空谈。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当中都要学习爱，当学习爱，它不是那么简单的。有的时候，我们星期五查经还说，你说爱是对我们说爱，但是你怎么去爱一个你不喜欢的这个爱你怎么去定义？好像就是说，你怎么去爱一个你不喜欢的，对不对？你想怎么去爱你不喜欢的？但是我想，耶稣说这个爱不是说我们这种情感上的爱，这个爱是一种怜悯，是一种拥抱，是一种帮助，是一种爱，是一种是神所赐我们的爱，是去怜悯，知道他需要我们去帮助。你可能对他没有什么感觉，但是你知道他需要，我们就去爱他，去怜悯他。我记得一个牧师，应该是John Piper 还是John McCullough，记不起。他说：“你有没有想过为这些恐怖分子祷告，去爱他们？”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？你能够爱这些恐怖分子吗？这个是一个很敏锐的问题，对不对？你能够真的去爱这个恐怖分子吗？他把你的家庭破坏，他说，但是你还是要去爱他，这个爱呢，只能为了祷告，真的这个不容易做生意。爱说在口上是容易我爱我太太，当然因为我跟她一起生活几十年，对不对？那不然我不会结婚，怎么这样的？这种爱是可以，这种情感上也可以。但是真的爱一个你不喜欢，爱你的敌人，耶稣说爱你的敌人，这个真的不容易。所以在效法当中，我再次提醒大家，是我们效法我们信心的伟人的时候，或者效法其他弟兄姐妹他们爱心的时候，我们不要忘记他们爱我们本身也需要一个爱在当中。所以最后就很快的就结束，用一句用保罗所说的，就你们要效法我，像我效法基督一样。所以我们效法最后的终点还是基督，不管你效法信心的伟人，效法其他人，我们不要忘记，我们效法的最后的终点还是基督。基督就是我们的是吧？所以知道保罗也是说，你效法我，那好像我效法基督一样。这个就是今天作为跟大家就是分享的这个题目，就是爱是最重要的。所以当我们进入经文说信光爱，其中最大的就是爱，因为除了爱，没有爱，任何东西都是空谈，任何都是假的。但是爱是个不能学习的功课我们希望大家一起学习，一起就是彼此扶持，真的我们在教会能够活出一个爱的教会，让别人就从我们爱就看到我们是谁。我们记得现在我们感谢你用我的话能够传出主的话语来，求主就是把你的爱放在我们教会当中，使我们教会真的能够再次能够在我们生活当中，在我们的教会的彼此的生活、彼此的扶持当中，能够显出主在我们当中。我们是属于主的教会，求主帮助我们每个弟兄姐妹，在我们每个生活当中也能够活出主的样式来。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门。